好疼啊！果然好人没好报。好饿呀！哎呀，我要吃东西啊！凤小哥，你在吗？梅姐姐。凤小哥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。小哥，谢谢你救了孩子们，我给你带了点吃的。吃的？这，我也不是很饿。好，就算你不饿，也多少吃一点吧。看你这么有诚意啊，我就吃一点点啊。我自己做的包子，你可别嫌弃啊。啊，行，不嫌弃不嫌弃。这是梅干菜馅的吧？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没有我以前吃的那么难吃。哎，小哥，你平时就一个人住在这里吗？不然呢？你来陪我？我是说，你的亲人呢？我没有亲人，也不记得我从哪儿来的。打我有记忆开始，我就一个人流浪在外面。